大家好，当你见到呢条片咧，将会系一条纯吹水嘅片，咁就应该冇我打机嘅片噶啦。咁呢条片咧就想讲翻，我知道我近日嚟咧啲影片质素咧就有所下降，咁咧每一条片嘅市场咧都好唔稳定。咁喺呢度咧就想同大家讲翻咧，系因为最近咧就屋企成日有人出出入入啦，咁就唔可以话拍超过15分钟嘅片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如果咧你成日咁樣喺度拍咧，咁如果譬如我屋企人行過咧，就可能會有啲嘈吵。咁如果降噪做得唔好咧，就會有一啲雜音嘅情況出現。咁為咗唔想影響每一條片嘅影片質素咧，咁我就希望盡量每一條片咧就縮短到每一集15分鐘。咁如果有時咧我得閒嘅話咧，我盡量就拍長啲啦。咁而家咧，你見到我咧好少剪片啊？點解咧？因為咧就剪片咧就比較上辛苦啲啦，同埋咧係需要時間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又想保持翻出片嘅時間，每日一集啦，又或者每一個禮拜最少2-3集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會即係一啲比較上條片本身長嘅片咧，我就唔打算剪片啦。咁如果係真係要剪片嘅話咧，我會將一啲精華嘅部分留翻低啦。咁特效嗰方面咧，咁我就個人咧就唔係幾研究到嘅。咁所以咧，我亦都要去詳細咁樣研究一下喺呢個影片嘅後製方面咧加啲努力。咁另外最近呢應該都有觀眾留意到啦，點解呢？我會求其喺巴哈度搵幾張地圖就咁玩呢，我又唔會去細心挑選一啲即係比較多人玩嘅地圖呢。咁呢，因為呢我嘅個人嘅即係各方面嘅需要啦，咁頭先都講咗啦，咁成日有屋企人喺度出出入入，如果地圖太大嘅話咧，咁就要玩好耐，分好多集，而我咧亦都唔會有一個咁嘅時間，日日喺度狂拍片，咁所以咧就希望呢度咧大家體諒一下。咁另外咧，我 Facebook 咧依然咧都喺度徵求緊大家嘅意見，咁啊希望大家中意留意追隨翻我嘅專業啦。咁嗰啲粉絲嘅投稿活動咧，仍然係喺度進行當中嘅。咁如果有人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 send 啲地圖俾我玩啦。亦都可以，如果有啲咩心得咧，都可以歡迎喺 Facebook 度，或者如果有啲咩需要嘅話，可以個人獨自私下去 message 我啦。咁就係咁啦。咁呢一條片咧就短短地，咁啊想同大家澄清翻呢樣嘢。